现在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欢迎大家来收看今天的节目吼。人生百宝箱的确有影，凊彩圣经话提出来拢是宝贝，而且呢，跟咱现代人的生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啦吼。人活的世间都是爱快乐，你若活了无快乐，哎呀，真正足无彩。你若活了无快乐，你等于是苦读你家己，何必呢？活了爱快乐，但是问题就是讲要安怎快乐？这个原则咱已经讲真济啊吼，今日咱要来继续针对这个主题，你安怎快乐吼？你若无一个足健康的一个放轻松的方式，你变来快乐哦，这就是今日主题。爱养放松，爱养有休闲活动，何里来放松？哦，咱就先讲吼，人吼基本上咱唔是敢那亲像一条树林安尼，当然一直经一直经，唔是。咱人呢，生活是需要有变化。那你讲这个生活的变化，其实上帝是透过大自然已经予咱有了解啊。咩啦变化？你看你当时日出日落，迄就是一种变化。哦，你讲当时我咧早顿食啥，中昼顿食啥，暗顿食啥，拢无同款。哦，早顿可能即卖少年啊爱啉奶茶、食汉堡，啊咱啊古早人讲爱食糜，啊像有人讲爱食这个豆奶，吼、哦，无同款。中昼顿可能是食一个便当，食牛肉面，哦，暗顿可能家己等于厝煮，啊无咱食一个小火锅安尼，无同款变化，爱有一个变化。为什么爱有变化？因为咱人吼，若无变化，你也感觉动袂掉。所以上帝做这个世间，就是充满了变化。上帝予咱一个启示，就是人生是需要变化的。所以你来看，24小时这个世间拢在变化。我不如一年时间去到伫澳洲哈，澳洲，因为有一个足美丽的风景，就是这个大石头，足大地的石头。你若捌看过明信片吼，也是人来介绍澳洲的风景，一定拢会讲到这个所在。一块足大块石头，啊，唔知人讲一块石头哪有啥好看啦？我都去千里迢迢去看一块石头，啊，骗笑，石头阮到后壁都有啊咧，迄石头哪有啥好看？这你都唔捌啦。是安怎迄个石头会好看？人来千里迢迢去到沙漠，塞个吉普车，塞起个呀，他妈坐一工，拢我闲咯。看这块石头看一天哦，都是这么奇妙。为什么？你坐在那坐一天，因为气候变化真大，所以你知影中头暗时，你看到那个石头无同款，奇妙啊！同款粒石头啊，大小粒拢同啊，同一粒啊。但因为气候的变化、色彩的变化、云的变化，这种种的变化综合起来了，哇！伊煞变作一个千变万化的所在。你今仔看，甲你明仔再去看，又阁无同款。啊，你热天人去看，甲你寒天人去看，啊，又阁无同款。所以，真做一个非常出名，而且咧游览的一个地点啊。所以讲吼，咱人的人生嘛是同款，就爱有变化。你让你三顿拢食同款，真正你也看到你的角色的啦。吼，啊，你用指甲拢看同一个某，看到我那角色的啦，对不？啊，所以都爱变化。这个当变化，拜托拜托。我这粒头壳吼，是阮某寄我遮尔。我若敢甲安怎吼，我这粒头壳落我靠，剁落来安尼啦吼。当然我讲的变化，唔是讲换一个某啦吼。我咧讲的变化，就是咧讲，所以咱阿母感情爱培养吼。足侪人伊人生无快乐，因为感情无变化啊。你讲感情若变化都害啊，无啦，感情爱变好，卖变歹就好啊。你即个烦恼啥？哦，感情本来就要变化嘛，对不？人是活的啊，感情爱愈来愈甜蜜吼。啊，两个人应该安尼愈讲愈有话，两个人照你来讲，做伙时是愈来愈快乐，爱有一个变化嘛吼、哦。所以啊，如果咱的人生若无变化，你会感觉真痛苦。所以呢，上帝咱的人生活，咱应该要安排生活爱有变化。其实呢，实在讲起来，咱伫台湾这个所在，要伫咱大的环境有变化较困难。但是因为我讲我捌伫澳洲一年吼，干那澳洲迄年就好啦。阮家隔壁厝边隔壁，我住一间厝哦，我住半年尔，我无住钱，我住半年尔。我的邻居换两次，就我们真奇怪，哪会安尼？因为过去台湾的习惯，大概厝边隔壁，你讲要搬厝要安怎？你等于讲恁家细学生啊。学生啊，放假就回去吼，还是讲安怎？还是讲伊个工作的关系？啊，无咱真少看讲住咧只搬厝的吼，所以我真好奇。
我就问迄、那个在卖厝的人，吼、哦，中介公司啦，吼、哦，在卖厝我问讲，阮家是不是无啥好？吼、哦，我住一区，我感觉袂歹咧，风景真水啊，但是现在阮厝边吼一直换，迄换不是讲细厝，迄是买的呢，迄无偌久尔，一块牌啊掉出来红色的呢，要卖呢，吼、哦。话咩咩啊？所以我就咧怀疑讲，这厝是啥？啊，那个风水歹还是安怎吼？啊，那咩咩啦？结果咧卖厝的讲啊，这你无了解，人伊的习惯甲咱无共款。因国外的人吼，伊感觉这个所在风景真水吼，伊才住半年吼，伊咧神啊，哦，伊住了伊咧神。你感觉讲，逐摆门拍开嘛，拢看这个风景，当阮这个国家水的所在还阁真济啦，我何必单恋一机会咧？对不？我都踏到，我永远住咧遮。伊讲。结果有一个习惯，我唔知呢，我是出嚟我才知啊。所以讲半年搬厝搬一摆，足普通啊啦。伊讲尤其吼、哦，感谢咱这阿周的啦，咱阿周的气吼、哦，咱人擦地皮咧啊。所以住到半年讲，哎呦，啊无代无钱来交好康啊。半年住来讲厝起价啦，伊欢喜甲，吼、哦，伊讲厝起价吼，今日去卖掉，吼、哦，伊全卖掉，卖掉呢，伊佫搬去另外位佫住。但是伊若搬，绝对搬一个风景无同款的所在。所以甚至吼，对这个州，去搬去另外一个州呢？好比讲，啊，我伫澳洲时阵，我迄个城市叫做布里斯本，啊，布里斯本，伊搬去住雪梨啦，搬去住什么什么阿德雷德啦，哦，啊，搬去把住这个什么墨尔本啦，哦，伊从归去从搬去另外一个所在，伊也住一种气候无同款的，环境无同款的，感觉无同款的，因爱变化啊。我才体会讲，想让咱的生活品质歹，因为咱吼不善于应付变动。哦，你跟他讲公司有人讲啊，我要换头路啊，咱就讲啊不要换啦、啊，哇，咱就干嘛讲啊？咱一世人这个好平哦，一世人拢做同一个工课。啊，我想好一世人永远跟你做同事，我的做法你也真了解，你的个性我也真了解，咱习惯安尼啦。哦，在咱的文化中间，咱无习惯讲去接触无同的文化，甲无同人做伙上班看麦。好，甲无同人做伙出去佚佗看卖，迄拢无同款。啊，这个时间本来就无同款，这正常，咱没关系。我来讲对起来，我意思就是咧讲吼，因为这种的文化、这种的背景、这种个性吼，会造成讲吼，咱对这个休闲、咱对这个休闲娱乐这个部分吼，咱比较吼，较无迄个无迄种的习惯吼，啊嘛变做讲吼，较无法度制造出这种的趣味啦。那有人爬山，永远都爬山。你叫伊讲啊，去钓鱼啊，伊就无啥呀。啊，钓鱼啊，永远钓鱼啊。你叫伊讲哦，连江去骑一个脚踏车，伊也唔爱。咱真容易定性，吼、哦。咱习惯上创啥，咱就这条路直直行，咱无啥会晓转弯的。所以莫怪咱个做啊吼，咱的生活过个敢那讲足牺牲的，过个敢那讲足艰苦的啦。咱唔知影通变化。啥物叫做休闲？休闲就是当好一个人放轻松。啊，你免当放轻松。爱变换，吼、哦，环境换，你会轻松。所以现在足侪人讲啊，出国去佚佗，敢有影讲国外物件较好食，国外蚊虫较好困，唔是嘛？啊，现在讲哦，过年到啊，大家足侪朋友可能过年回来的时候讲，吼、哦，阮去到佚佗，那真好耍安尼啦吼。啊，咱可能嘛足侪朋友讲啊，今日我若暑假时，我要带阮囝去佚佗。为什么你也想要出国？换环境，啊，想要换环境。因为换环境，你才有一种休闲，才有一种放松的感觉。但是当然啦、啊，出国一抓是无简单啦、啊，欠钱欠到要死，安尼一年出去一摆吼。所以咱讲这个话题，可能跟咱一般的观众朋友吼，可能这个难度伤悬去啊，吼啊啊是要安怎呢？咱这个过来研究是讲，你平常时吼，平常时你的休闲活动到底是啥物？啊，就是比如讲啊，我爱唱歌，吼、哦、爱唱歌，我讲我爱跳舞。我能讲我爱运动，拢总真好。只要做啥物代志，当互你放轻松，迄就是好的休闲活动。吼、哦，阮查某囝呢，有当时啊，淡出吼，拢会发脾气啊。哎，若发脾气吼，其他的这囡仔吼，大家都介冤家啊。阮做大人，我若艰苦，啊，我若干骂，我某就干骂。吼、哦，这道理大家真了解啦。吼、哦，我若骂囡仔，我话讲啊，你卖骂囡仔，你骂囡仔，你家庭气氛歹。啊，阮某佫讲，你骂了吼，你太压抑他了。吼、哦，我们要接纳他的情绪。人家现在就是不快乐，人家现在就是在生气。你若说你生什么气？为什么他不能生气啊？因为他就不是你啊，你不会生气，人家会啊，你要接受他的情绪啊。但是
免啊，让伊精子会当出来，但是佫无影响到我，吼、哦，大家参详。结果，阮发现一个好的办法。伊讲，我若心情歹，我就去骑脚踏车，啊，站，心情歹你紧出去，吼，莫让我看到，吼、哦，莫看到，较袂变面啊。所以，阮查某囝变做伊若心情歹，伊就家己一个脚踏车，吼、哦，伫路口咧踅啊，安尼。啊，所以我嘛即马真习惯。我若等下厝讲，啊妹妹咧，我妹妹出去骑脚踏车，哦，安尼我就知啊，吼、哦，安尼即马等下阵我就。卖家伊只派人大细声，我就知伊可能昨困无饱，还是功课这也是安怎？哦，就反正个噪音啊啦吼，心情安尼比较起起伏伏吼，比较较大啦吼。哎，这是一个方式，吼、哦，也当找到一个方式，讲我生气的时候我就去放松。啊，你讲比如讲我，对不？我若心情歹，我就拍电视，吼、哦，唔是啦，拍开电视，吼、哦，看电视啊，但是无啦，因为我囡仔细汉啦，啊，若无意外情况。我若心情歹，我若感觉足忝啊，我需要放松的时候，我就看运动节目，吼、哦。我若看运动节目吼，哦，我就感觉足轻松的。但是因为我即摆囡仔拢爱写功课，我若电视转的吼，拢出来对我看，所以阮家吼平常时也无咧用看电视。安尼我变安怎？连这两个拢已经剥夺去啊，吼、哦。我放轻松的方式就是，我若真正感觉真忝，我今日无想要做代志啊，我就暗时啊去做一块录影带，吼、哦，啊买一挂盐酥鸡，吼、哦，哎，放咧，等下看一下。啊，看好了，等下困，啊，放轻松。所以每一个人，你要建立一个你日常生活一个休闲的方式，因为迄种方式足简单的一个道理，会当让你放松，会当让你敢若讲亲像足重的压力吼，爱心放落。我以前节目中我就捌讲过啊，我即马做一个实验，吼、哦，来，你讲我即马这个哪有偌重？这个物件足轻的嘛，吼、哦，这物件真轻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讲这足轻的物件摕来，你讲手会酸啊袂啊？袂酸啦，这哪会酸？真有可能也算，这足轻的咧，吼、哦！刚才我开始咧提了，提一个袂落去安尼，真轻的物件吼。我提只轻的物件，我安尼提咧，提五分钟，啊、哦，我就开始咧挑战不挂，哈，开始算命，我开始串起来咩？吼、哦！你若讲我提一分钟，来我放咧，吼、哦，休困。我若休了，我搁提，啊、哦，提一分钟，这唔是问题。人生的道理就是这样，亲爱朋友，你的人生你要幸福，你要快乐，基本上你也要放轻松，你要找到一个方法。你说没呢，我压力好像没那么大，对吧、啊、就像亲像说没那么重，没那么重提久手我哪会酸、哦、不要常常好人说我没有压力，我没，其实生活在这个时代几乎都有压力，所以一定要找到一个放轻松的方式，这样这条路在走行了才会远啦，吼、哦！所以人生要快乐，并不是真困难，至少你要先学样放轻松，休息一下，放轻松，然后继续回来看老生节目。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，我们说休闲，你知道这对很多基督徒来说真有罪恶感，说、我做上帝的工作做到无眠无日，尤其很多牧师啦、啊、怎会当休困，其实你不知休困是为了要走更远的路、啊啊、圣经怎么说，来，人生锦囊，人生的锦囊是什么？今天这句说，因为耶稣说了、哦，我的轭是、啊、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我的轭是容易的。意思就是说吼，无讲做人做到这艰苦啦。上帝给咱的担，是咱担得起的，不是担到你死去的，不是安尼。吼、哦，对上帝行这条路是快乐的。以前我咧读这句话，我读无，我认为我咧排一个责任都足重的，要来快乐，要来轻松，都拢卖排责任，才会轻松，才会快乐啊。甲我做老爸。体会到啊，甜蜜的负担哦，什么叫甜蜜的负担？你的囡仔就是甜蜜的负担嘛。我用足侪时间来陪我的囡仔呢，早啊陪去上课，到下课去接，我后头我载伊去学这个学那，真辛苦呢。那无这囡仔哦，我日子继续好过啦。那无这囡仔哦，我继续快乐的啦。但是其实不是安尼。
事实上是我做一个老爸了，我虽然要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，但是足甜蜜的，人就是足奇妙啊！所以我慢慢了解耶稣句的意思。哦，做老爸辛苦，但是不是痛苦。哦，这句话大家会记哩啊！你要结婚的人进入婚姻辛苦，但是不是痛苦。哦，痛苦是无价值的，辛苦是有价值的。我做一个代志，我真辛苦，但是我做的代志真有意义，安尼有价值，对不？我做老爸，我真辛苦啊，但是我感觉真有意义啊！我看到一个囡仔成长，我认为真有价值。我说你的工作，你的生活是辛苦啊，痛苦。你莫两行搞不清楚呢，两行难做伙呢啊！你想讲我咧扫，哎，这扫是哪有无爽快？甲我气焰咧扫，那是差介济呢，那完全无同款啊！所以大家拢真无用，即马现代化的生活，大家拢真无用，无唔对。但是，那是一种痛苦，或者是你辛苦的中间，你也感觉讲哇，足实在的。你也感觉讲人生会当行安呢，我也袂歹。哦，即马是一个足特殊的一个足宝贵的经验。哦，这就是足大的差别。哦，辛苦的路免得继续行下去，就需要休息。痛苦的路唔好去行，哦，痛苦的路绝对唔能够行，迄唔对的路嘛。哦，咱今日讲的休闲活动，是咧讲这条路辛苦，唔是痛苦。辛苦的路都是虽然辛苦，但是有价值，有价值，所以爱继续行。阿边啊继续行，中啊休困，中啊休困，就是讲有一个弹性，都是因为安尼，所以咱咧甲大家谈，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个休闲的活动。因为你呢，先有一个健康的一个休闲的活动，你才变啊休困。你有这个休闲的活动了后，你才有可能讲，和你家己对这个辛苦的中间来通喘气，哦，喘气。我的形容讲，敢那亲像一个在受罪的人。哦，我在受罪的这个过程的中间，哦，在受罪的这个过程的中间呢，我会享享受迄、那个，唔通安安尼。受水受到都无气啊！吼，我享受这个安尼，起来喘一个气，啊，然后继续哇，继续在那受水安尼，你也享受迄个快乐。啊，这个机卡，这个人会受水未受水，唔是讲来多一口气，你也是口气，我也是口气，看上生死安尼，吼，啊，拢无咧换气，一直受一直受，唔是。受水咧练练啥？练换气嘛。哦，我来先讲受水，我已经真少咧记这个咧，因为阮囝今麦参加游泳班啊，游泳队啊。就我说对受水吼，小可有一寡概念啊。因为我看伊咧受水的时候，我想奇怪，伊有去学甲无去学查理队，查理伊这个换气加真顺，吼、哦。因为我本身受水是普普啊，尔我无啥样换气啦，吼、哦，是会动啦。你若讲二十五公尺、五十公尺是会使啦，你若五百公尺绝对死喺半路顶的啦，吼、哦。迄就是基本上你的换气的技巧嘛。啊，像阮今日去了，哇、哦，迄看伊咧操啥，有当啊体育感觉讲真可怜安尼啦。去教练咧一抓，好再去，拄等下拄卡掉你啊，卡掉变变你啊，讲好下一趟再去，安尼，好、哦、一直咧修，一直咧修，一直咧修。迄、那个过程上面上重要，他要会换气，伊会用换气，伊才会修水修了。同款这个道理，你我人生的中间嘛是同款，咱咧修水过程中间，爱用换一口气。你当讲啊，一路安尼修家底吼，真正你会断开去啦。就是人做上帝，刚做个断开，做个真侪歹话，为啥物？因为伊无休困。啊，你讲做上帝刚一定拢想快乐，唔是呢？咱咧做上帝刚，都是咧做出了服务的代志吼。这基本上是多做多错呢。哦，你做愈侪啊，问题是愈侪呢。你服务愈侪人呢，去学人甲你嫌的机会是愈侪呢。你若讲我教会门关起来，拢无人甲我嫌，人结结骂讲你今教会无开门尔。我你骂一句，我一百年来，和你骂，较骂拢骂一句尔。我若一日教会门拍开，开始来服务，一挂民众开始一排，好意见开始真侪啊，麻烦啊，足麻烦的啦。所以有人服侍服侍到足忝的，是安怎？伊无换一口气，唔是讲这个环境爱好，你无就是讲服侍上帝拢有够 perfect 吼完美，一排拢好人拢真有贴心，唔是安尼。啊，你讲足烦的啦，啊，无想要做啊？为什么呢？你无开啊？你无迄个服务的精神，你无迄个服务的热情去啊？你无迄个活力去啊？啊，是安怎来呢？因为你无休困，你忝啊。咱是人，咱人是肉做的，咱不是茶做的，咱不是讲 T S 电力做的。
人是肉做的，咱需要休困。哦，所以莫怪耶稣咧讲，耶稣讲你莫做甲死，我予你个担，唔是予你担到你翘起安尼，我是予你一个担，予你感觉迄个重量，予你感觉讲有迄个意义，所以我予一个担。但是迄个担是辛苦，予你担得起，唔是痛苦，要予你熬死，迄是无同款物件。哦，所以亲爱朋友吼，我唔知你即摆咧排你个人生个担时阵，你讲做一个即个家庭主妇吼，你冇你个担。咱做一个囡仔个人，咱读册咱冇咱个担吼。每一个人拢有，上班族也有上班族的担，每一个人拢有，难免人生是有重量的啦，人生有重量啦吼，这难免啦。重点不是讲啊，我不爱拍啊，迄无可能。重点是你也要休困，你也要休困，找到一个你会当放松的方式，可能是听音乐，可能是看册，可能是看影片，可能是运动，可能是泡茶，可能是开讲。任何方式，只要无伤害你的身体，无伤害你的落地的钱，只要袂让你成本真悬啦吼，我真正感觉每一个人一定爱建立一个好的方式，换一口气，好的休闲，就是游泳选手好的换气，让你会当收搁较久，让你会当收到搁较远，这款的人生才是快乐的人生，所以休闲活动真重要。这个时间到这，后一集请继续收看老三的节目，多谢。欢迎收看老三念歌词。对了，这每一摆节目一个开始呢，一定咱音乐老师呢，拢爱和咱一段开场就对吼。啊，咱呢，今仔日呢，咱的贵宾每礼拜一拢邀请贵宾，今仔贵宾就是咱钟龙凯钟老师。嘿，啊，大家讲啊，这个常常看到阮看一个排期啊吼，一个排期了也无啥机会表现嘞，对不？手咧上啊，来来来，倒来倒来倒来。但这里呢，现在你安尼，我看到这都是琴，我老听到贝斯的声呢。贝斯的声呢，就是较用力一点。哎，较出来了。哎，不，伫低音倒手啦。啊，倒手。倒手。贝斯。哦，这倒手用贝斯。正手钢琴嘛，哈。钢琴。钢琴。哎，我拄仔我听到咧啪啪，来来来，用力一点，用力一点就可以。较出来了，较大了了，对吧？对对对。这样咧倒手正手安尼，你袂分去哦。这样咧，大了出来不敢看。要较惯习。哈？你短顺有时阵出来，有时阵无出来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你哪当时要这种？当时你要这种诶？谁在我？哎，无啦，你来知影讲，什么款的音乐是？啊，这什么准？来来来，表演表演，什么时阵是大啦，什么时阵细啦？较慢的，较慢的哦，咱的先来去对开掉啦。好来，这是轻啦。轻呢？好，大啦是。对，啊，你什么时阵细啦？什么时阵大啦？你袂错乱吗？会啊！两边大力，两边，两边，还佫倒手。你即马两支正好放落，一支大力，一支细力啦。我就是讲惯习就好啊。这厉害！哎呀，这少练偌久啊？差不多十几年啦。十几年了，在吼。你是自细汉就拢咧算这哦？恁到底做有咧算哦？无啦，我是兴趣啦。后来佮学就对啦。嘿，对对对对。家己懵啦。家己懵啊！但是这除了这安尼以外吼，这敢若亲像咱即马这真厉害。有足侪种无同款的声，对无？是，有哦。啊，比如讲，咱先对拍鼓开始。拍鼓哈。啊，等下佫有啥物古筝、吉他，啊，有啥物啥物白亚令啥物，哦，真厉害呢。是，好。来来来，弄过你要啥物节奏？弄过，弄啥？你现在拍一个比方诶。
这较普通啦，较复杂的，较复杂的。好，来。哦，你十支枕头啊，才用到两三支尔，你用一种看会当十支枕头啊，拢用到一种拍法嘞。哦，这真正拢练枕头安尼吼。那迄种人诶，较古典诶，迄种人诶，即嘛？迄、那个古典的乐团有无？嘿，啊有迄种的定音鼓啊，咚咚咚咚咚，锵迄种的。Orchestra。哎，正好哦，你一进来，家己听你咯哦。系啊，有。哎呦，功能啊，嘿嘿。卖晒，哎晒。哎，这个简单啊，这个。对。哦，你头先播了对吧？哎，对。哦，看你看这内底安尼蹦，干那蹦这鬼哦，看你手来蹦来蹦去，干那这就真好耍吧嘞？系啊，哦，哎，你即摆用一挂吉他的乐器，我听看卖好无？吉他，哎，哦，吉他要吹呢。吉他是讲什么古筝啊，什么箫，还是什么什么的？是，你看我咧常常咧用什么奇奇怪怪声无？啊，哦，这是干那广告的配乐就对啦吼。你若用这卖讲弹琴，咱若咧演曲，咱用这来做迄种效果，我来先。啥物效果？效果，比如讲，咱要冤家啊，啊，即卖咧冤家啦，吵架啦，啊，吵架，哦，即卖咧冤家啦，你看即卖冤家，迄个气氛爱小可甲倒安尼。你是咩啊？你是阿龙个啦？啊，我是咩啦？我是小马来啦。你看，即卖来谈恋爱，即卖林家碧啊。林家碧哦，当然哎呀，咱即马两个人才有插花，然后一点蜡烛，啊，迄种 romantic 的，啊，迄种的气氛是变安怎？我来看卖爱困啊，你这是跟爱困有同款无？啊，你不是罗曼蒂克吗？罗曼蒂克，我即马你来当一种爱困，暗时要困呢？暗时要困，哎呀，要困啊，好困，迄种。忧郁症咧听好困诶，失眠诶人听好困诶。亲爱朋友啊，好困啊，无啦，这就是咱钟老师啦，吼、哦，时间到吼，来，做一个 ending， 以后节目听一段，各位，拜拜。